作为大众首款 A 级跨界旅行车，蔚领集轿车、旅行车、SUV 多功能于一体，不仅拥有轿车的舒适操控性，更拥有旅行车的翼载大空间和类 SUV 的通过性。蔚领采用了大量的跨界元素，扁平的车头看起来很浮动感，笔直而舒展的线条在沉稳中不失大气。其较长的后悬尾部是典型的旅行版车型风格，前脸三幅镂空哑光镀铬进气格栅，增加了大面积的黑色护板包围和银色裙边装饰，彰显立体与精致。蔚领的侧面设计将类 SUV 及 All Truck 设计元素完美融合，并以 0.618 黄金分割比例来设计整车，让蔚领每一寸车身都闪烁着优雅与协调。立体的双肩线从前灯开始横贯整个车身侧面，并巧妙地延伸到尾灯上部，使侧面与尾部形成有机呼应。而延伸的侧窗设计又从视觉上拉长了整个车身，整个车身侧面的裙边和轮眉都是防擦包围所覆盖。细品车身轮廓与比例，你会发现它与奥迪 A4 Allroad 的外形颇有一番神似，这得益于大众体系内设计精髓的延续，让更多的旅行车爱好者能够品鉴高端车系的设计理念。尾部倒梯形的轮廓体现了力量与稳定，牌照板上方的水平线条横贯两侧的异形 LED 尾灯力量感十足，双尾管设计则流露出粗犷的气质，更显活力与运动激情。后备箱拥有589升的超大空间，透过后排座椅向前放倒，空间更可以提升至1507升，让大家庭出行变得轻松惬意。内饰方面，蔚领是典型的大众风格，木纹装饰面板贯穿中控左右，配以精致的镀铬装饰条，很好地提升了中控的视觉品质。动力方面，蔚领采用了大众集团最新一代的 EA211 系列发动机，提供 1.6 升和 1.4 TSI 两种动力选择，并匹配5速手动、6速手自一体以及7速 DSG 双离合自动变速器。我们试驾的车型为 230 TSI 车型，搭载 1.4 升涡轮增压发动机，最大功率96千瓦，最大扭矩225牛米，强大的扭矩足以媲美更大排量的发动机，搭配7速 DSG 双离合变速箱，百公里加速仅需9.3秒。发动机与变速箱配合默契，踩下油门踏板的瞬间，推背感一触即发，档位切换干净利索且平顺顺畅，尤其当发动机涡轮介入之后变得异常有劲儿，澎湃的动力给予驾驶者得心应手且游刃有余的驾驶感受。俗话说，懂得生活的人应该开辆旅行车，对一直向往自由憧憬旅行的人而言，旅行车更是一种向往。